在刚刚经过保养修缮的成都望江楼公园，一起欣赏古建筑群和中国竹子品种最多的竹园；在成都博物馆，共同感受三星堆、金沙遗址等古老文明以及中国历史文物、书画精品中的深厚底蕴。文脉悠久的成都让大家印象深刻。 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们讲古人如何制造丝绸，还有书法，还有各种古文字，对我来说也非常有趣。我很愿意多去了解这些文化。我觉得今天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，感觉非常棒。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包括这里的竹文化。我对你们有超过五百个品种的竹子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。我希望能对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。 同时，我也和我的家人说好了，下次我们要一起再来成都游玩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很多外国运动员这次心心念念的打卡地。看到吉祥物蓉宝的原型，今年六岁的芝麻，还有这只七月五号刚刚出生的熊猫宝宝，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埃米莉亚兴奋不已。 It's amazing，、right? 太棒了！在芬兰，我们也有大熊猫，他们是夫妻，都来自中国，所以来中国看大熊猫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是我成都之行的必做清单之一。来到成都，怎么能不去宽窄巷子走一走，吃川菜，品川茶，看川戏？各代表团成员们在这里体验着成都的闲适安逸，也感受着成都人民的热情奔放。嗯 你们三个就 c h e 你们不等我呀！<laughs> 成都从历史中走来，成都也向未来奔去。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四通八达的交通，一千五百多个大小公园，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的各种科技带来的便利。在远道而来的友人们眼中，这座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市，也是一座国际范儿十足的城市。 成都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，绿化做得很好。我来自伊朗，能来中国亲身体验这里的一切，我觉得很幸运。谢谢成都。马可波罗来过成都，成都还是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。我觉得成都也是一座很现代化的城市，充满科技元素。这里有很多智能化设备的应用，令我印象深刻。 这是一座非常温暖、迷人、历史悠久的城市。在比赛之余，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去分享经历和文化。这是我们到这里来的主要收获。我们很享受在成都的时光，很喜欢热情好客的成都市民。